Hey, little mama, would you like to be my sunshine? Nigga, touch my game, we gon' turn this shit to Columbine. Ice on my... 對方係手牌，仲可以兜翻翻嚟嘅。咁啊，一個刺客派工，可能因為就咗三歲，哎呀，個巨人可能 delay 慢咗少少啊。一直唔会放更加多嘢，咁啊其实一直都系捉个失误啦。咁一个龙卷风拉呢只猪先，但系其实冇乜衰嘅情况，呢个集好大机会爆啦。800蚊好借，800蚊可以做咗啲咩咧？800蚊连间屋都买唔起喎吓，对面嘅嚟间房喺度，诶好嘅，咁入错嘅话就可以重新嚟过。咁啊800蚊呢边可以放一放个大电啊、细电啊，打一打主保先，咁啊令到对面知道系入错场嘅。就系一个护卫啦，一嘢碌死咗两个啊，唔系一嘢碌中两个，话带翻龙卷风呢度可唔可以搏到后面嘅伤害呢？就个龙卷风可能护卫太肥得滞，结果就系失败咗呢个龙卷风，但系都 OK 嘅呢个嘅一个损失啊，水母落去呢边可以值得一赚。好，呢度费事俾茅谷话呢度 AR 嘅神箭射就咁啊，唔费事俾一直磨血啦，咁啊放翻神箭射喺中间啫。但系我大家可以睇到神箭射咗对个茅屋咧，就哇呢、這个尴尬到爆炸。就一箭都射唔到 AR 射手啊，好正！一定要靠呢个神箭射手啊！今次放翻靓少少嘅画面，多谢 King 嘅 subscribe 先。好，继续讲翻条尾线。呢个电磁石其实电磁石手呢个武员，佢自己速度实在太慢，瞄准嘅速度太慢，呢个大蚊疯狂输出一血嘅大蚊，继续打好多。呢个就系神箭射手，如果多射一箭嘅，好大机会乜嘢？呢位哇，我睇唔到出灰色。睇住你水，哇！邊位個灰色啊？呢個咪呢個？呢個唔係喎，我睇到眼都發，哎呢個，哎唔係喎，呢個係咪同樣色？哇！黐我，但係厲害，我們做開心遊戲，好嗎？有冇有看我 Facebook 私信？唔好意思啊，最近忙咗少少。哇！再土，哇！一個皮卡超劇排咗我啦，飛機直接俾人解咗。見到打個防守反擊，見到其實好多時嘅呢只 game 打個防守反擊會更加有效啊。見到呢個皮卡食完之後，所以其實最好你進攻係配翻個毒藥，因為毒藥你喺進攻嘅期間一條龍寶寶，好賣翻少少血先，咁樣龍寶寶就唔會太係啦。如果呢度唔賣血嘅話，左邊就直接俾人 GG 啦。咁啊，超騎可能行快咗少少，不過唔緊要，一個細電翻落，一個暗夜女巫擋住，會唔會做個細電咧？係冇細電，所以其實呢個暗夜女巫死咗，最後啲蝙蝠應該可以拗到兩下咯。喂，有個細電。后面疯狂输出，可能一下都打唔到，一波攞埋嚟，点算啊？皮卡解后排先，石头已经搭阵，乌蝇点样挡？皮卡已经俾飞机加乌蝇加所有嘢，哇，已经挡唔住，一个石头搭阵，超级差啦，唔得啊！仲有211血，应该仲有个毒药玩火球啊，咁就哇！一提嘅嘢就系我哋工会嘅 TJW， 今日因为犯咗啲少少嘅错误吓，令到得罪咗阿王本人，所以佢。今日必須取得一勝，如果唔係佢就會開啟個咩百人聯賽定啊千人聯賽俾我哋所有人享受享受嘅。One hour later， 王子再加埋佢，依波睇落好空啊！但係其實可惜仲有7秒、6秒、5秒嘅時間。咁啊，我哋可以多謝 TJW 為我哋開啟一個百人聯賽，俾大家開心享受嘅。好啦。Hello G 点 G， G G 逗号 G 嚟，哦一个火箭炸落去，一副系冇直接攞只石头顶啦，呢度恶烟会放个毒药河头保住只大蚊咧，河头诶仲有火枪手，哇一个毒药系啦，呢度防守恶烟防守，考虑 online 啦要点样进攻咧，一个火箭炸落去，炸到啲咩咧？系炸到火枪手皮卡再加埋胶，哇好靓呢个火箭咁啊！火槍手啊，後手啊，哇！呢度一大波進攻，一個火箭炸落去俾我，又唔忍啦。好，講一講個靚目先，然後旋風火箭係咪？係咪？旋風，哇！個火箭冇旋風，哇！大鑊即幽靈，咦？幽靈都射冇，哇！呢、這個炸得咁靚嘅，都冇火球對付佢嘅。咁啊，放翻水塔先，肥皮邊咁啊，800蚊好大機會，我要，放另一條路嘅。好啦，哇！這個火槍手這個位置好靚啊，可以幫埋防止手，咁令到王子直接懟埋左右分推，點算啊？王子直接懟埋，哇！賣血，好啦，睇你一個石頭箱王子啊，可能係一個哇左邊幾血啦，一個1600係咪？係加埋咗成1600啊！好，巨人即刻快攻先，咁啊一個巨人箱王子啦，對上一個石頭箱王子啊，如果要，6蚊咁啊！有冇一个细电？哎呀，拍落！哇，呢粒冰屎靓到靓到濑屎啊！
各會一座塔。好，南方翻下水塔先，會唔會考慮一個巨人快攻？欸，放翻王子多督先，有啲咩擋冰屎？哇，一個原本冰屎靚到瀨屎啊！又係咁啊，細電，但係冇細電嘅情況下，粒冰屎都會蝕咗啊，蝕到瀨屎啊！我專業啦，哇！巨人後排咯，咁啊，其實個節奏會難好多。一個盾又好啦，一個黑王子擋住後排先，但黑王子啱啱落嚟嗰下，唔知嗨到火上手，不過都 OK， 一隻抽曬咁多，石頭人嗰就哇個石頭換血達陣啦。不過換血達陣你要點樣守？要放翻一隻手喎，啊，一個放翻。放翻火槍手，咁啊一個哀煙嘅節奏啊，左邊有巨人兩隻槍手，右邊有暗影，哇一個比速度嘅節奏，一拳波落，其實兩隻火槍手好容易打到陣，兩炮搞掂啊！左邊點算？哇一個石頭硬頂啊，47血，嘣招，恭喜800蚊取得一個三冠嘅勝利啊！超級厲害，依家版本裏面超勁嘅一個副牌啫。咁啊，礦工打大公主先。幽靈，哇！幽靈達陣係最少可以卜好多血，好啦，一個龍捲風又係一個龍捲風嘅節奏咁啊！射手，射手射唔死咁多蚊仔啊！俾兩刀，個滾木用咗之後點樣收飛筒啊？狂攻頂，哎呀啱啱好心機筒就係咁樣俾人一刀斬曬三隻。地獄塔嚟擋幽靈，但可惜神殿射手呢度瘋狂輸出啊，好尷尬，因為冇嘢擋到佢。記住遠攻真係好難打佢，佢冇遠攻，會唔會一個狂攻頂一頂咧？好啊，一個佛。哇！一個龍捲風拉拉出事，逼一逼，然後嗰邊冇咗滾木嘅情況，一個礦工再加飛，三槍手跟喺後邊咧，揞佢阿黑暗隻皮卡又冷少少，好啊，放喺中速嘅三槍啊嚇，咁啊皮卡擋翻住先，要考慮點樣擋翻個礦，誒會唔會個河頭毒藥咧？咁啊呢度一波進攻冇曬睇嘅情況，哥只是個傳說就嗱又嚟請翻少少先，好啦，礦工再加埋火槍手瘋狂輸出，毒藥就瀨嘢啦，拆到個毒藥出嚟。系啦，啱啱好啊！呢、這个八秒钟打200几，哇！矿工都其实唔使咁急嘅。好啊，中间放翻中出三出，因为一隻皮卡打落，啱啱换咗矿工嘅情况冇皮卡，所以唯一用住幽灵挡，点挡好啊？飞机挡皮卡，皮卡绝对可以行到埋，一刀爆掉你，两刀直接 GG 啊！哇！一个滚木劈爆落去咁啊！千祈唔好用巨人咩？哇！你好咯，你个黑王子快攻啊！一个茅屋，哎，茅屋啱啱挡到，但系左边点多啦？左边有一巨人嚟拣挡都勉强 OK 嘅，系啦，都 OK 嘅，依下 OK 嘅，但会唔会巨人喺左路即系右路拉出？系啊，好靓啊！喂，拉咗个巨骨，咁啊冇完，点样守咧？一个大咁样守一守，会加滚木，滚木就一定有噶啦。咦，用黑王子嚟守啊？咁啊，巨人就反而收咗皮喺嗰边，咁啊，打就打去，我咧呢度又嚟翻个巨骨冇，因为其实 Versus 呢边见唔到，每次都系十 call 先出跑，最后系卡咗慢咗少少，会唔会一个火球炸落去咧？呢度好多嘢啊，系一个火球已经打咗，哇！巨人系唔可以送水，咁样系好容易攋嘢。一个喂，好靓一个龙卷风，整咗所有嘢拉翻埋嚟，哇！一大波攻势冇嘢挡啦，得翻啲法术喺度啊！咁啊，最后一张系火球嚟嘅，咁又成功。哇！呢度直接嘟一堆矛过嚟。诶，毒药，喂，点解唔用毒药手无缘咧？大家毒药 ，bomb！ 哎呀，系拎唔到，独留三只啊！呢三只一个细炮落去，咁啊，呢一波攻势好强劲啊！哇，黄色嘢只。那個紫色嘢走得太前啦，咁啊一個衝，哇！你個哥咁啊衝啊，兄弟，咁啊紫色嘢同埋黃色嘢加埋所有嘢，加埋個石頭人咁衝埋爆炸，加埋一個衝鋒，直接拎翻一沓啊，好犀利啊！玩下你會開心啲。好啦，先由放翻水塔先，會唔會係三槍啦？哇！正超快嚟嘅礦工，再加6蚊嘅快攻啊！如果礦工捉埋個水塔就靚啦。咁啊，一個黑王子完全擋唔住，會唔會大鑊咧？一個細電拋落去，冇，哇！送礦工。頂一頂先，咁啊一塔就如無意外，加埋水塔啊，咁啊 C 罗先輸一塔啊，誒攞翻冰巨人間頂一頂，保住水塔，用兩水補又慢咗少少，好啦個爆炸都係俾人咬，哇！激戰六分鐘，但係可惜嘅就係佢一開波俾人倒，俾阿多爾比倒贏咗，咁呢度想搶翻快攻先，呢度你個王，哇一個黑王子衝埋撞埋一個冰巨人頂住，哇佢都躲曬，好啦礦工自由跑呢個好正常，嗱三槍打兩槍係絕對蝕咗好多，一個細碟拋落去，咁啊三槍成功係保住，咁保住咗三槍嘅情況，咁就 GG 就冇得手啦。水量方面咧就咁啊水塔一開頭蝕咗好多，咁啊如無意外呢一場已經有。阿多獲勝啊，係一個好精彩嘅對決，我希望佢哋咁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